大家好，这里是 Jeff 科技视角。今天是七月三号，星期一。那今天也是加拿大的长周末啊，最后一天，明天要上班了。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马斯克这通折腾推特背后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可能大家都清楚哈、啊，这个、呃上个星期五，马斯克发了一个推文，说非验证的账户每天只能看到六百个帖子，而新注册的非验证的账户的嘛，每天。 只能看到三百个帖子，只有加了蓝标认验证的，每天才能阅读到最多六千个帖子。那么这个限额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哈。之后马斯克又在推特上又更新了，说，呃，蓝标验证的扩展到八千个，然后未经验证的账户呢，分别是啊八百条，未经验证的新注册呢是四四百条。目前看来。 呃，大家在 Twitter 上头的反馈呢，基本上都没有碰到达标后头的限流，当然也有些朋友碰到了。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呢，马斯克这么折腾呢，实际上主要是三个原因，或者说三个动力。第一个呢，就是有关社交媒体数据在有呃在人工智能时代呢越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呢，马斯克不希望 Twitter 上头的数据免费的情况下就被人抓取。 变成未来训练类似于 ChatGPT 这样模型的一个数据来源。第二点呢是，Twitter 目前的系统运营和处理能力遭到了瓶颈，所以它必须要采取相关的临时措施，限制 Twitter 用户的这个频频繁访问。第三点呢，实际上是跟广告有关。那么 Twitter 呢，很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提升广告商的广告投放质量，那么限制。 重度使用也是提升广告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下面我就详细跟大家一一解释。首先，有关数据抓取本身对于生成式 AI 系统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尤其是 ChatGPT 后来公布它的主要的训练数据是来源于一部分哈，是来源于 Reddit 这样的社交媒媒体账号、社社交媒体平台，所以呢。 呃，社交媒体的内容越来越成为类似于 ChatGPT 这样模型的核心的呃训练数据来来源。那么 Twitter 呢？为了防止外部的这些用户对于 Twitter 数据的抓取，一直在采取类似的措施。比如说，三月份，Twitter 开始宣布取消了原有的免费的 API，做了相应的 API 变更。 开始对 API 的用户收取费用，并且呢，防止抓取工具免费抓取 Twitter 的数数据。实际上，呃，除了 Twitter 的官方 API 之外，所有第三方的 API 几乎在那时间全军覆覆没，都不能用了。四月份呢，Twitter 就直接取消了未注册用户使用 Twitter 进行搜索的功功能。那么当时，Mark 说他发现呢。 ChatGPT 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抓取 Twitter 的数数据，而且呢，他也声明说，据他们发现，有数百个组织甚至更多的组织正在积极的抓取 Twitter 数据，使用的目的呢是不不清楚的。那么是他认为呢，当前的这种频繁的抓取动作呢，已经影响到了 Twitter 的正常的平台运营了。好，上个星期呢，Twitter 又。 应呃，应该说上上个星星期，Twitter 又有一个新的措施，就是网页版不再允许用户在非登录的情况下浏览内容。换句话说，你要想浏览 Twitter 的内容，必须先登录。你要不登录的话，所有的网址都会被重定向到注册的页面。那么马斯克呢？所有对于 Twitter 平台上这些访问的相关的限制，其实都是为了。 防止人工智能公司或者其他公司抓取大量 Twitter 数据，设置新的限制。我们知道数据是有有价值的。那么在生成式 AI 系统全面变革之前，这个价值呢实际上并没有被大家、被公众或者说被产业所全面的认识到。那随着生成式 AI 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所以有关生成式 AI 高质量。 数据的这个训练数据的来源就成为其中的一个挑战。那么推特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来源，所以马斯克才会做相关的限制。而且，我们可以预见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推特平台上头的这个数据会越来越有价值。换句话说，马斯克通过 API 贩卖推特平台数据的价格也会越来越贵。当然了，现在马斯克卖这个数据的价值。 或者说卖数据的方式非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没准以后他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点，进一步的采取其他的措施，比如说做对数据做一些分类，或者说进一步的处理之后，去面向生成式 AI 系统的这个使训练使用者去提供经过数据质质量提升之后的新的更适于。 呃，模型训训练的数据，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另外呢，还有朋友，我看在推特上说啊，那我用 API 访访问推为什么不行？那我可能访访问量也没有那么大，那和我用浏览器或者用移动的 AP 呃 Apps 访问是不是一样的？我觉得呢，可能提这些问题的朋友呢，对于互联网的本质呢，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大家知道，互联网商业的本质呢，实际上就是，如果你想问享受的是一个免费的服务，那就意味着你本身就是免费服务的一部分。什么含义呢？对于 Twitter 这样的平台来说，你免费使用 Twitter，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呃，有趣的内容。你提供的实际上是浏览的行为，你浏览的行为过程中间，不断地在创造广告位，那么。 Twitter 呢，按照所谓的信息流的方式，不断的在按依照它的平台的频率往里插相应的广告内内容被你所观看，所以平台提供的服务本质上呢是销售你创造的广告位，然后呢从广告商那边获取收益，顺带向你提供免费服务。所以如果你享受的。 免费的服务不能够创造任何广告收益的话，平台当然是有权进行封杀的。换句话说，当你通过 API 访问相应的 Twitter 内容的时候，你什么广告位都不创造，那么平台为什么要为你服务？除非你使用 API 访问 Twitter 内容的时候是付费的，对吧？ 我之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叫做《Twitter 收入结构变化和客户细分》。那么当时这个视频里头，我专门谈到，Twitter 用户呢是可以分为三加一类，就所谓的三，就是一个呢是普通用户，一个呢是名人客用户，还有一个呢是机构用用户。针对这三类不同的用户，Twitter 应该提供不同的这个业务策策略。其中的这个加一。1, 就是 API 用用户，因为 API 用户既不创造内容，又不创造广广广告位，所以 Twitter 对于加一的这一类 API 用户的话，可能会采取更加苛刻的，或者说，呃，收费更加贵的这样的一个呃方式来进行运运营，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呃，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找原来我这一期内容去听一下。那么，这是第一点。 从数据本身来看，马斯克现在在折腾什么？第二点呢，就是，Twitter 目前的系统运营跟处理能力遭遇到了瓶颈。那么最新的数，呃，这个媒体消息已经暴露出来，Twitter 目前截止到六月三十号已经停止支付谷歌云的账账单了。那么后续。 会不会把相关的服务迁移到其他平台上，还是继续在谷歌平平台上？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去确认的，或者是财务上，或者是运营本身。那么推特现在的这个系统一定是不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大家知道，从去年十月底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推特全球员工数从八千八百人已经裁员到。 大概一千八百人裁掉了百分之八十，当时还有些朋友在网上说：“你看看推特的这 t 源的冗员多么的明明显，那裁掉了百分之八十的人，系统还是能够正常运行的，说明以前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基本上就没没干什么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 contribution。”我觉得呢，这个说法实际上是非常偏颇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认识到一个复杂系统在平衡状态下，如果失衡。 它的这个失衡过程可能是相对漫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慢慢被观察出来的。呃，这个变化呢，由于是缓慢的，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真正看出来。我们家里有个游泳池，呃，日常维护都是我自己来进行的。那么我就以游泳池维护为为例，那么正常情况下，过滤系统每天定时开机关机过滤，那么两到三个小时。 在过滤的过程中间，杀死相关的一些那个生生物，保持水质的清洁。那么，当你这个泳池系统里头氯离子不足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这个咸水池，里头会放盐的。那么，氯离子不足不足的时候，你的这个杀菌能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弱。首先开始的就是酸碱失衡，通常泳池开始偏碱性化，pH 值上升。 那么这时候你实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出来，然后开始慢慢出现水藻，那么这这时候呢，你可能也什么都看看不出来。水藻的出现呢，又进一步加剧了酸碱失衡，直到现在你肉眼还是看不出来。那么当你的肉眼能够看出游泳池水的这个透明度不足的时候，说明这个水池的酸酸碱失衡已经到了相当厉害的程度。如果你 不进行干预的话，下面很快就会看到更多的绿色的水藻。这时候你就要去下药进行 shock 了，快速地杀灭这些水水水藻，然后调整这个水质的这个酸碱平衡度，让它回到正正常的均衡的过程来。那么这个整个流程可能从你不管它到真正发现能够看见水藻正常，起码要一个星期的时时间，就是。 你的过滤系统每天自动工作的情况下，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Twitter 的系统呢，实际上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刚收购的时候，员工是足够的，这时候呢，系统正常维护。随着员工不断的被砍掉，那么有些正常的规定动作，或者说日常维护的一些。 呃，动作就可能没有能够及时完成。这时候呢，系统慢慢进入一个失衡的状态，直到系统真正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问题。那么，去年十一月，一位 Twitter，呃，没有透露姓名的工程师在接受麻省理理工科技评论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表示，裁员之后，系统会更频繁地出现问题，运营稳定性会在更长的时间内逐渐被破坏，最终会以。 严重的方式被大众所发现，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些小的无关紧要的小的烦恼，随着后端修复的延迟，这些问题会逐渐积累起来，直到整个系统彻底的崩溃。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肉眼看到，Twitter 系统的稳定性从去年十月底被收购一直到现在，不断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越多。所以这个实际上背后就是意味着它的整个维护系统由于缺人导致。 积累的问题、积累的小的错误越来越多，最后导致整个系统的处理能力出现了问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不得不临时去限制很多重度用户的这个访问量，来保证系统的这个总体的处理能力是能够支撑起全球用户的使使用的。好了，第三点，限制访问，实际上呢也是为了提高呃广告公司它的广告投放的。 效果，我们知道，这个广告公司的广告投放最终要购买的是触达，就所谓的 touch。那么 touch 最终是通过 impressions 就所谓的有效展示来完完成的。广告主花了钱，当然是希望他购买的这些 impressions 展示是高质量的，是真人真正能够看见的。那么对于 API 用户来说，我前面讲讲过了，它的展示价值为零。 你大量的 API 用户，如果说你不进行封杀或者说不进行控制的话，你根本无法区分 API 用户和正常用户的访问的话，有关 API 用户的这个访问的产生的 impressions 全部都是假的，或者说，呃，就算 Twitter 收到钱，那么在广告主那边它的效果也是为为零的。所以，Twitter 为了保证它自己的广告投放是高价值的，一定是要。 把相应的 API 的访问和普通访问有所区隔，对吧？另外一个就是高频刷推的机器人，大家也都知道，最近黄推在 Twitter 推平台上肆虐。那么实际上这些黄推背后都是机器人，所以他们的流媒体里头，呃呃，他他们的信信息流里头展示价值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点上，马斯克肯定也是希望去。 尽量限制那些高频刷推的，尤其是没有进行蓝标认证的高频刷推的账号。第三个，真人高频刷刷推，当然了，很有可能是误伤，你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真人用户，你在使用 Twitter 的过程中间，由于达到了它的限制，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刷刷推。 所以呢，对于这些重度用户来说，马斯克一定是希望引导你去订购蓝威。如果你连蓝威都不不愿意订购，他 assume 就认为你可能并不完全认可 Twitter 的价值，所以不愿意付费。那么这一类用户，他可能也是希望呃有所控制的。当然了，呃，所有的控制措施都会有误伤。那么综合下来。 马斯克肯定是认为这样的限制措施下，误伤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同时，对于这种高频刷推的机器人或者是 API 用户，能够最大程度的进行封杀。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认为这个马斯克的这种这次折腾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楚的，我完全理解。只是说他目前的这个做法有点太急躁了，而且他的这个门槛呢设置呢。 是不是真的经过明确的测算，我都很怀疑，因为你出了一个值，然后发现低了，然后再调高，它应该是之前做过一些相关的测试跟统计之后才做相应的这个设置才对。那么不管怎么说，背后他具体怎么决决策的不知道了，我只能根据他的商业逻辑来判断他到底想做什么。好，那么最后呢，再讲讲两句，就是。 实际上呢，对于推特平台来说，我认为它根本的这个革命性的模式呢，是引入分级定价。什么含义呢？就是向用户收取年度的订阅费，然后呢，按照它所订阅的不同的级别，提供不同的额外服务，尤其是针对内容的额外服务。我之前的这个有关推特收入结构变化和客户细分的节目里头，已经详细的讲过这部分内容。那么， 实际上，结合到具体的商业应应用本身，还有很多内容是可以展开讲的。所以如果真的推特引入呃分级定价模式的话呢，实际上推特公司本身的定位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我们知道，媒体公司它一向是最善于通过分级定价来展示不同的媒体内容的，而传统的社交网络，比如像 Facebook 这样的，它一路以来都是。 提供免费服务的，所以 Twitter 未来如果走向分级定价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很有可能的。那么 Twitter 这个平台到底是一定位是媒体公司还是社交网络？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再就这个话题展开来跟大家讲。今天的内容比较紧紧凑啊，大概十几分钟就到这里。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 呃，新的话题想聊的话，呃，大家可以到我的推推特上这个置顶的那个推特内容评论区发发评论。那么我看到之后，我就会考虑，如果内容合适的话，我就会单独做一期视频跟大家聊聊一聊。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啊！记得大家点赞、呃评论、呃如果有可能的话转发，谢谢大家，再见。